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一期主题呢，就是我在买货上下的第一单，一个开箱视频。其实买到了好多东西，当时买的时候是虽然错过了它的全场85折，但是赶上了一个它第二波85折前夕有一个预热的活动，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是有10个品牌进行85折的活动，刚好这10个品牌中就有很多我想买的品牌，例如资生堂呀，还有奥尔滨啊这些品牌，所以我就自己从中挑了一些，也凑到了它全球免邮的一个门槛，所以就特别特别开心就买了。买了以后发现整个购物过程是非常开心的，非常愉快的，就只要看好购物车，然后直接结算，当时是用银联卡结算，还会多送一个乳液，所以我当时就用银联卡结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都买了些什么吧。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大箱子，超级大，我的脸都这么大了。然后我就一件一件来出来说，我只把箱子打开了，里面的东西还没有拆，所以我们就来一件一件看。哦，第一个就是他送的这个牛轧糖，叫什么？好像很有名，樱桃爷爷手工牛轧糖，原味牛奶味。就是我之前有去台湾旅游过，那台湾我觉得最火的两样零食，一个就是凤梨酥，一个就是牛轧糖啊。然后我自己还挺喜欢吃牛轧糖的，但是我很少买，是想不起来就不会吃。我这个想今天晚上等男朋友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他一起尝一下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是赠，第一个就是赠品，就放在嘴上。接下来就看第二样，是一个方方的。不知道是什么，我记得，因为我有买很多，它里面都是套装，就是有一个正装呀，带很多中样或者小样那种套装。但我当时没有仔细看中样跟小样是什么，我就看到那个正装就买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是 IPSA 的，IPSA 的美肤微整精华凝冻。奇怪，我原来没有用过 IPSA 的这个产品，它应该是带在整个套装里的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什么样子。啊，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勺子，然后是这么一瓶。IPSA 他们家的这个包装都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就很显大气。这个一共有50克呢，感觉蛮多的。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点像冻膜的感觉，有一点点酒精味，但我还没有用过他们家这个凝冻，我可以最近尝试。这个应该是配在那个套装里的，所以我现在先把整个套装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。那这个也就是整个套装里面我最想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流金水。其实我之前有用，我现在正在用一瓶流金水，就是快用完了，大概就剩1/4了，所以我就想着呢赶紧囤一个吧。因为澳洲这边他买日韩的东西虽然可以很容易的买到，因为有很多家日韩化妆品店，但是就是价格就没有那么美好了，就很贵。我感觉有些东西甚至是国内价格的2倍吧，因为我之前有去买花王那个染发泡沫，我有看国内可能就是50-60大概就可以买到，但是这边核算人民币要100过一点了，所以就是不是很划算。那就是这个啦，流金水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我自己之前是很喜欢用这个水，虽然它对于偏干性的皮肤来说可能保湿度滋润度都不是很够，但是你在偏热一点的情况下，因为澳洲现在已经逐渐进入夏天了，最近温度也在回升，我觉得用它就非常舒服。如果有用这个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尝试一下用化妆棉上，因为我一开始只是倒在手心里上了大概用了1-2周，我就感觉哇，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感觉完全没有就是让我可以喜欢的点，它为什么这么火呀。结果我后来
看到说是一定要倒在化妆棉上，而且最好是配合他们家的化妆棉使用，所以我就后来有倒在我自己化妆棉，是真的效果是跟用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大家一定要试一下。就流金水，我这个应该算是囤货，刚好才85折嘛，就很划算。我觉得这个套装里面也是有带一个化妆棉的，就在这儿，这个肯定是化妆棉了。这好像并不，这只有多少钱？50枚，只有50枚，这个只有50枚，但是据说很好用嘛，所以我就因为过两天还要再买货，就是最近刚好是买货第二波的85折，全场85折，所以我想最近就是拆开来用一下，如果真的很好用，我想囤一包大的。然后它这个很好，它后面有写就是用化妆棉擦拭脸的一个步骤，就是这里。哎，我之前就有听说他们家化妆棉特别软，哇，这样看着也很软的样子，而且很蛮大的，还很厚，可以尝试一下。这个我记得还有一些小量，对，这就是3个小量了。拆一下，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赞，它每一样东西都有用这个泡泡纸给你缠好。缠好以后装就满满当当的装满你的箱子，就根本不会晃动，然后再塞一些这种，小泡泡，然后你就感觉啊，就是包得很好，就是这样一个伊丽莎的一个中样，应该是中样，它很大，就特别开心。就女孩子每次买了东西拿到包裹回来拆的那一刻的那个兴奋感，真的是我觉得男生不行，就是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啊。这是一瓶中药的流金水，哇，这个简直太赞了，它有30毫升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出去玩的人，如果刚好在这边上学放假了以后可以出去旅游，就带这个简直太方便了。因为这一瓶还真的蛮大的，如果是整瓶的话，但是真的很重，那很重，而且它是玻璃瓶吗？我都有一点，让我看，它也不是玻璃瓶，但是它很重，真的很重。你看出去玩带这么三瓶，简直了，方便到哭泣。这个简直超级赞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 IPSA 它那个乳液是有四个号，1、2、3、4，4个号码的，然后它是针对不同肤质的人群。虽然我之前只知道我自己是混合，但我不太清楚我现在有没有变成中性，或者是混合偏油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混合偏干。我之前有陪我朋友去上海的 IPSA 专柜，他有测试那个肤质，他当然测出来你适合几号就适合几号，但是像我们这边现在身边没有这种专柜的人来说，就不知道要用他们家几号嘛。因为我之前有用流金水用得很好，我就很这次85折我就有加他们家的乳液，但我就不太确定是用2号还是3号，但是他是给我寄了2个3号，我记得3号是混合型，混合型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是混合型吧，所以他有配这个的重量。哇，如果这个用的好，我一定会回购大的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用他们这个乳液，但当时我也有那个柜姐是全所有的东西，从一开始的去角质水到流金水到乳液到面霜，我忘记了，然后全部都是倒在他们家的这个化妆棉上使用，所以我当时就想，哇，真的好费化妆棉啊！但是好像只有这样才会充分使他们家的产品渗透到你的脸上，所以我会尝试一下，刚好有2瓶，如果真的好用，那就去回购一个大的。哇，这整个是我买的第一个套装，是 IPSA 的，1瓶水、2瓶乳，然后一包化妆棉。一个这种冻膜，还有一瓶流金水，这样是一个套装，反正这就是第一个啦。好，接下来就拆第二个套装，就这个我因为简单明了，我就先拆这个了。大家还可以看出来吗？这个是那个奥尔滨的一个套装，因为之前就是说健康水好用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它很贵啊，它那个一整瓶就很贵，而且据说还用的蛮快嘛，
我看很多博主就是即使买回去也不会很不是很舍得用它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，包括它的那个渗透乳，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中样，我就想着那我就先试一试吧。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都这样试，因为有些网上火的产品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你，所以最好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买到那种小样或者中样的话，其实可以先买来试一下，如果真的好用真的适合你的话，你再去购入正装，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购物行为。我就先跟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有四瓶啊，它这个好贴心啊，还配了一个喷头。是有两瓶健康水，27毫升、27毫升的话，我将近50毫升的这样的两瓶健康水。我记得之前都说这个对闭口痘痘是吧？因为我不怎么长痘痘，但是我偶尔会长闭口，所以我想，就如果长下次长闭口的话，用这个湿敷看会不会有效果。然后还配了一瓶渗透乳 ，Pure White Milk 2号，透白新金能受渗透乳2号。然后这个是活润透白褪黑精华液，哇，真的简直了！因为我是一个对美白有着很深执念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就是很想要白呀，我觉得白白的人真的超好看，但就是一白遮百丑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妈妈就超白，皮肤超软的，特别羡慕。好，现在这个就是第二个套装，接下来就拿到啊，我记得。这也是一个套装，它虽然不是一个牌子，应该是他们都是资生堂的，但是它当时有配成这样一个套装，我看到真的是一秒加入购物车，绝不犹豫，因为两个都是大热的产品，有什么理由不买它呢？真的简直了！跟大家先说一下，之前就是看到很多国内的美妆博主，包括网红，都有在推这一款防晒，然后我想，因为当时没有听过这个牌子的名字。我想不会就是那种就是品牌花的推广费让大家去推广了吧，结果后来看到很多人都说好用，然后我又很喜欢的美妆博主都在推荐，所以我觉得那可能真的蛮好用的吧，然后国内就开始断货了，就开始买不到了，就是这个萨朗尼利斯尔的金管防晒，但它在上面就叫什么什么乳液，但因为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，所以它绝对称得上是一款防晒霜了。它们它叫什么多效胶原美肌乳，然后保养隔离防晒一瓶3效，当时是这样两瓶，然后配了另外一个神秘的好东西，所以就是这个。火遍美妆界的 PK107 是据说打泪沟和苹果肌特别有效的，然后我自己是一个脸很平的人，基本上脸很平的人，然后我是完全离不开什么修容啊高光这种东西，我高光然后之前也是 PK 就这种东西就是在网上火到国内根本买不到的一个情况下，我在买货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套装，就是两支防晒加一个 PK 的，哇，为什么不买啊？我第一次看到它，我第一次看到真人，看到网红，它真的很好看，有一点粉粉的，有点淡淡的珊瑚粉的颜色，然后带了一个刷子，这个刷子看着挺扎的，但摸起来并不扎。然后之前不是就说很火嘛，然后说，但是有人说刷多了会泛蓝光什么的。哦，我记得我是有后来有买到一个，但是他说很好用啊，但是我就之前一直买不到。天哪！然后防晒我就真的不用多说了，在澳洲这种紫外线大国，真的是你不用它怎么办呢？你不用防晒的话，不过我连这边变得比以前更白了，肯定是因为天天喝牛奶，我原来都不怎么喝牛奶，但是这边牛奶
很便宜嘛，也很好喝，所以就。但是防晒也一定要记得要涂啦。它这个保质期也很，2017年3月份一直到2022年的3月份，所以这两瓶，而且我防晒是每日必涂嘛，每天都必涂，所以应该还是用的很快的，所以就啊，太喜欢了，我一定要尝试一下。像我之前很喜欢的美妆博主小猪姐姐，不知道大家知道，她是一个防妆超强的博主，她就之前就推荐这个嘛，但是她的店这个都已经买光了，所以。应该真的很好用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应该真的很好用。那我自己是一个深受各位博主毒害的人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深受博主毒害的人，我基本上就是看到人家买什么推荐什么，我自己就很想买很想买的那种，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就是完全真的，我没有看过任何评价，我也没有看过它适不适合我的皮肤，适不适合我的肤质，就是看到当时一个是因为它的颜值，一个是因为就我很喜欢的博主 Rainy 推荐的，所以我就为什么不买，就是它超美，是Oranges 的一个叫什么 Oranges 的一个卸妆油，哇真的巨美，你们看这上面是黄色，下面是粉色，哇这个配色简直绝了，配上它这个嫩绿色的头发真的太好看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其实买它就是纯粹因为颜值，不过刚好啊，我家里也没有卸妆油的囤货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现在在用的就是那个粉瓶，就是平价大碗便宜大碗的那个粉瓶的高丝的，高丝的卸妆油就真的很好用，但是我自己没有囤货了，那个也只剩一半了，所以这个就囤着看它好不好用，但是它不好用我也很高兴，因为太好看了，太美了，而且很喜欢它这个包装，圆圆的像我一样，就是这个啦，我其实之前一直种草很久的，哇这2016年，没事，2021年说我赶紧用，就是资生堂这个樱花美白精华，但是我现在就我前面有说过我对美白真的是非常的执着，非常非常的执着，我现在你们大家看我脸挺白的，我胳膊还是挺黑的，身上还是挺，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美白精华，它不是用来涂脸的吗？但我还想用它来涂脖子，所以想尝试一下这个，因为这一款的那个口碑好像还一直都挺好的。然后我对资生堂他们家的产品就是，就是也迷之信赖，就觉得很好用，所以就买个尝试。这个也是一个套装，这个是套装里面的主要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其他带着什么。我先看一下我的手机，不知道谁找我，这么着急。因为我是一个对美白有执念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买它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整个套装里面的一个正装，然后它所带的其他东西应该就在这里。先给你们拆这里啊，就是这个啦。对，我当时是在红腰子跟这个之间纠结了一下，虽然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功效，但是。我的预算是买得起的。第一个是一个洗面奶，30毫升那个美透白的洗面奶，然后是一个红腰子10毫升的一个精华，然后是一个5毫升的美透白的一个眼霜，啊，再上这个我刚才有闻了一下，我就，哇，这就是我妈妈身上的味道，真的超级好闻，超级好闻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美透白霜和金白夜霜，好像这个加上这个都是一个系列。哇，我一定会混过这个水乳的，真的。说实话，我不管它适合油皮还是干皮，反正我是混合皮。来，这是资生堂的一个套装，接下来还有一些单品，应该是一些单品。
然后这个因为已经拆出来了，就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黛珂，对的，是一个黛珂的一个乳液，全效修护乳，这是一个赠品，这是我买满多少多少才送的一个赠品，是这样子的，好好看哦，好大，挺大的，50毫升，真的挺大的。我因为黛珂家的水乳都不便宜，一套下来要1000多，我还是有点肉疼，不太敢买，就先尝试一下，如果它真的很好用的话，那就以后奋斗一下再来买。刚好我最近很缺乳液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贴心。这个应该是一包赠品，应该因为这是最后一个，但是里面也有一个我买的单品。这个是我的一整个订单啊，刚好可以给你看，我有没有价格？来 PK07 赠送小礼物，小朋友，好，精华红糖，就这个，就我最喜欢的美妆果珠毛毛，他之前有推荐，我说这个很好吃。我待会儿要尝一下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含着的糖，这个和牛轧糖，然后双核金白精华就是那个特务唇釉 Silver Queen 就是它啦， NARS 的一个唇釉，好像是最近新出的一个雾面款，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很不喜欢雾面唇釉的人，然后就在一直不停的打脸，然后我买了我嘴上这个，就是欧莱雅的一个雾面的唇釉，当时是买的，我当时是两只一起买，一个是镜面的，一个是雾面，结果我更喜欢这个，太好用了，一点都不干。然后因为 NARS 这一款就是好像目前还没有很火，但我当时看见我一个朋友有发微博，然后他就有发这个的外部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好看啊，这个包装真的是美哭了。然后买的这个颜色是有点豆沙紫，就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我想看那个包装，我真的这样高级死了，这个颜色给你看到吗？哇，这个哦，它这个质地有点像 Kat Von D 的那个，我有他们家的 Lolita 2，这个质地就是涂上来很稀，过一会儿应该会干掉。刚把这个晕开，它有点梅子，就有点梅子色，梅子色一样的，哎，真的好好看，我待会想上嘴试试看。它有一点，相机好像有，哎，对，这样对了，自然光，相机里有一点点，我把它点起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送的啦，这个雪肌精的乳液就是当时用，当时用银联卡结算，它就会送一个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试。我就用银联卡结算，它是一个雪肌精嘛，大家也知道都是以美白为主的，所以我就一直都很想尝试。然后他们家那个水我也很想尝试。然后剩下的两个真正的赠品，这是什么？沙威龙洁身液下丹顶，这个还要稀释用的那种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最后一个就是伊丽丝尔的，啊，这个我知道，伊丽丝尔的那个水乳的乳液的一个小样，刚好我也想买，它是11月1号打的单，今天是双十一的前夜，今天是11月10号，是真的很快，大概不到10天吧就寄过来了，非常快，非常快。所以我现在对买货他们家就真的是好感倍增，就是特别喜欢。
一个是买日韩的东西太方便了，就是基本上大热的商品它都有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价格也很划算，而且它打85折，然后还有就是它全球送过来真的是，国内我看清楚，澳大利亚这边好像是到5000澳币是不收税，然后我这些是没到5000澳币，还没买那么多东西，但还是很划算，真的很划算。就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买货网上看一下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好喜欢。反正我今天还会再下一单，虽然今天晚上还要熬夜抢双十一，但是买货全场85折，不容错过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！谢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，拜拜。有一个后续，就是这个是我，就是这个前面新买的 Save the Queen。我其实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个，就是纯属看到我朋友发了一张 live， 然后这个颜色我当时只是美到我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这么姨妈的一个颜色，它很深很紫，穿那种皮衣可以配，真的好看。然后我刚刚有对比我另外一只比较姨妈的，就是 MAC 的这个 Diva 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是 Diva， 就这个是会比较梅子一点，比较梅子的一点，但这个就是那种，哇，真的说不上，就那种粉紫，就现在在我的脸上感觉有一点突兀，但是如果你是冷皮，如果你是白皮，然后画比较酷一点，也许就是我第一次买这种颜色，但是它的质地就是那种，就是跟我说一模，就跟开封地是完全一样的质地，很稀，但是一下子就干了，但是等它涂好以后就，我感觉是。不用眼唇卸根本就卸不掉的那种颜色，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，或者用其他色号。我第一次买这种颜色我就很激动，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日常也不怎么会去涂它，但是我就特别高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。就到这里啊，这是一个